回云深不知处，万一被你大哥发现。我已经发现了。兄长，魏公子有伤在身，不必多礼了。多谢蓝宗主相助。兄长，赤峰村的尸身呢？暂由怀桑保管，我也派了可以信任的人去看过。忘记魏公子已醒，你是否也该给我一个交代了？正如魏婴所言，赤峰村的头颅就在芳菲殿。你相信他？信。你相信魏公子，可我相信金光瑶。